小姐，刚刚出炉的爆米花，要不要试试看看？真的可以吃哦。可以呀。那小姐，你要不要买？ 哎，小张，哎哎，生意怎么样？不要一张火车票回家。啊？西门分局你好，我是高武雄。 啊，是局长。啊，你那边也查不到资料。啊，好，谢谢局长。小姐，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阿星。阿星，哪个星？你姓什么？阿星。你家还有些什么人？ 哥哥住哪？也对了，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会知道哥哥住哪呢？不想回家。你是建德，建德那边。啊，叶伯英啊。 阿伯，哎，阮伫咧白人啊啦。哦，即过来了。哎，爸，你来者。爸，阿哪？即张哩？啊，你摕遐济钱，我创啊。 你怎么搞分啊？做本钱啦？唔免啦，阮那家己去贷款啦。你嘛靠出脱嘞？啊，你有找人去借钱哦？你无论个人做股东，还是要做人个老公，你本钱也加算一寡。啊，讲话嘛较有分量，人嘛较袂看你无。那只规矩你起袂到。无啦，边仔底啦。啊，即摆老啊，也无亏大啦，通做啊。啊，老阿爷嘛是老阿爷，要创？ 过去，我讲老二，啊，你讲袂对。当初哦，是恁阿公看我有气啊，我十个我这外人，招一班哦，恁尴尬啊，甲查某囝、差人，拢交代互我，我也无甲拍气干。即摆我袂地，也是要互伊生囝仔孙啊做本钱。 我想应该袂反对，伊若有意见，也无你代志。我捌甲伊相拄，我会甲伊说的。不过我甲你讲，我会当替你做，咪甲遮尔。后摆是要做冤家，也出去食，拢是你家己的命。
你若要讲多谢哦，甲你阿讲讲就好。帮我请假好不好？你要跟小老头碰面在。哎，你这样不会热哦。拜拜。喂。江晨博，我是花妈。花妈，这里收讯不太好哦。花妈，江晨博，你不要闹了啦，事情大条啦。哎，花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很忙哦，你最好是有要紧事，不然我会生气哦。你看报纸了没？什么看报纸啊？林英杰结婚了啦。啊，我妹怎么没跟我讲？啊，就是，不是跟你妹，你是咧？啊？啊，我妹在哪里？我就是要问你呀，她没回家啊？哎呦，完蛋了，她。电话又关机，我就不知道他跑去哪里。阿妹啊，你写功课？甲你提一箱汽水好无？等等。好哩。林英杰，王八蛋！